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番茄。收到粉丝提问，为什么 M416 被削弱了很多次，还是人气最高的武器呢？这个问题想必大家也想过 ，M416 都已经削成这样了，甚至出现了打中很多枪都无法击倒敌人的情况，可是人气却居高不下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至少有三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就是 M416 太万金油了，在什么场合都能用，由于射程比较远，无论远近都能打，甚至有不少玩家习惯将副武器也带上 M416。直接当连狙使用。第二个原因就是大部分玩家已经用习惯了，有人说21天就能养成习惯，而经常使用 M416 的玩家应该不止21天吧，而习惯一旦养成就很难改变了，习惯 M416 的手感之后再用其他步枪会非常不适应。第三个原因就是枪法比较差，无法驾驭其他步枪，现在人气比较高的 M762 AKM 以及 DP28 都对枪法要求比较高，满配之后的 M416 仍然是枪法较差玩家的最佳选择，而枪法差的玩家数量肯定大于枪法好的玩家数量，因此 M416 的人气一直居高不下。小伙伴们，你对此怎么看呢？欢迎关注、收藏、分享哦！我们下期见。